杰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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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走。哦，他是会来接人哦。对，他就会把一个人接走。对对对对，我在后面，我在下面，我在下面。下面那里有个洞房，只要开。等一下，你在什么方向？哦，这也是物资哎。然后那边有个桥，我们家过去。大部分过去看看，转看看吧。哦，有电线，电线，电线，电线。哦，五郎。五郎。等一下，等一下，你约接过？又是欧郎吗？五郎，等一下，他有皮革，他有皮革，要要要要要。哎，我找到了啦！你找到了，在哪边？下面。找到了啦，在下面 S 这边。我困难死啦，好冷啊！哇，这次是要修的，要八个。因为这个给你派给你。八个什么？有齿轮那个是什么？电子零件吗？机械齿轮的吗？好好好。像木头吗？八个齿轮跟八个没有八个齿轮跟七个那个油罐。 油罐，然后去采棉果。七个油罐，八个齿轮。齿轮，油罐。这里都没有桥哎，这里都没有桥，好扯哦。油罐，好，我带一些油罐回去。我先回家。机械废物啊。齿轮跟油罐。对对对对。就计齿轮啊，计齿轮跟油罐。多少个？八跟七。对啊，超过。我这边有四个油罐哦，这边有四个油罐。齿轮八，油罐四个。我有六个石头可以回去做。 我四轮三油三，我是二二，那应该材料够了吧？我这边油罐有五个，我先。家里还有三个。好，我拿了。油罐够了，油罐够了，油罐够了。先回家，回温暖一下，温暖。它那个瀑布是往瀑布哪边走啊？瀑布你就一直往 S 的方向一直走，一直往下走就会看到了。往下走，那应该是绕过瀑布了。嗯。让我回去。抓一下。 这里，温暖之，我的温暖之，哎呀，好舒服！干嘛？我看到了。哎呦，悲伤沼泽是什么？悲伤沼泽，就新区域吧。地形而已，地名而已吧。嗯，就地名。那地名好像那什么奇幻的冒险。不是，魔兽里面的吗？对耶，难怪我这么熟悉。耳熟，耳熟的感觉。所以是在悲伤沼泽啊。对。对啊。 沿着电线，哎，你这样也不能吃派，对不对啊？我派吃了，就只能不能吃莓果而已。哦，沿着电线，电线在哪？哦，这个电线。快死了。哎，电线虽然沿左边吗？你为什么要死？是，因为我会太冷了。哇！冒险！阿纪，要你引火吗？我的屁股，我没有。你现在屁股怎么了？我的屁股被砍了一刀。他现在屁股变十字了。 管了，我先去修。悲伤沼泽下面有沼泽哎，是，这也是水道啊。啊！水会怎么没做派吃？你怎么做派？啊啊！我们不知道啊，对哦，莓果没看到。完了完了，碰到水。这个沼泽要怎么过去啊？我天哪！这样丢了四个上去，还有八六个齿轮，三个油，三个油我有。三个油。找不到家在哪里。 我要回去了。啊！有没有跳声音啊？加在这里啊！哎，快点死！所以现在插齿轮嘛？对，插齿轮，插齿轮。这边是哪一边啊？啊，不是这边吗？我不知道啊。你要用内麦喊啊，看他听不听得到。对啊。阿纪哪里啊？我已经跑掉了。我这边有四个齿轮了。你们在 W 哪里啊？还是 S 哪里？ S，哎，暴风雪可是也很难找啊，有些暴风雪都往下，暴风雪吧。它很下面，它超下面。暴风雪啊，视野太差了，而且走路会很慢。我可以把东西丢在地板上吗？我差不多了。你要死了？哦，剩一半血了。哦，血剩一半了。啊，他们太远了，找不到家。 不能喂，有没有声音啊？有没有听到声音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出去喊，出去喊，不要出去喊，不要出去喊，不要出去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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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喽，回家喽！哎，补给包，补给包，回家！等来哟！没事没事，没有暴风雪了。你现在可以走回来。剩哪里啊？你喊一下吧。啊，那边那边那边，迪克那边。 有看到了吗？你看，你看那个左上角。回家喽，这里有。回家，回家。你多气呀！有人在里面哦。
有有萤火吗？我拿着油过去了。这个吗？是啊，这个。回家。他们在很远、啊。好、哦，他好像没有，我们在很远啦。对啊，差很远。我们差那个。那我把家里的拿过去了。哦，不是油已经够了。哦，有我身上有四个齿轮，我身上有四个齿轮，我在打。差齿轮，差齿轮。来，我带路。哦，那你们带过去。白痴，我刚才这边绕、欸，我顺便开一下啊，顺便开一下，真的很难找、欸。谁、欸、放夹子啦？真的是哦，不是我，地上有夹子啦，又有夹子，走开！这里，跑得回去吗？就跑不回去了。哎、好远哦，把雪人都打。哎、欸，头上这边有一个可以开，有个往回走，然后是往上走。嗯，有水，这里有水，对，有水了。欸，是在这边啊，这边吧。右边，对。所以刚开那个是实验室还是什么？对，那是实验室，就是里面会有药，你可以拿来验人这样。哦。对，然后他验完是会看到它的颜色。你会看到它是什么这样子，只有你看得到。哦，只有那个人看得到。对。哇，那这样也是蛮厉害。信不要被激活。哦，所以可以先把它激活，大家都看得到在哪里了，是不是？哦，是啊、哦。好了，修好了。哦，小屋可以叫了。回去了，嗯、可以激活信标啊？怎么激活？都不没看到。滑鼠上去，你在修的时候可以选择修理跟激活。哦，对是呢，一堆小菜鸡，我现在走了，无线电呼叫。嗯，这上哪一个无线电呼叫啊？右边，家里面右边不是有吗？哦，我去看，这个应该是要修的。有，想偷拿东西，我看看嘛。刚才我们开的，我们还没拿、啊。即将就到。好、哦，真的、哦。啊，往那边走，往那边走。哎、欸，那就往那个地方跑出去。对，哦、往兔跑。我要先兔兔啦。等下我可不可以走？逃生载具即将来到，在哪里？你看有一个橘色的标志，右边、哦，在最右边，右下角，应该是 S1 那边。嗯。对 S1 有人在开路上的箱子，背叛者箱子。我很饿，我很冷，我要喝点东西。这音乐真的是、哦、好可怕。这真的是很那个，就他这个是有一部电影里面的那个兔兔造型，嗯，恐怖电影。哎、欸，我被狼咬死了！救我、啊！我看到了，兔兔们，救命！等一下啦，这个狼！哎呀，两只狼！我好像听到狼了，这是在哪里？我来，走过来这旁边。对，你谁？我在这，救我！内麦叫一下，内麦叫一下！救命啊！救命、啊！内麦没听到、欸，哎，完蛋了！有人打我！不要打我！有人打我！在旁边的下面。对。哎呦，蚊子在咬我！咬回去！咬他！乘坐。哦，他可以起飞。可以自己走这样吗？对，他可以自己走哎、欸。乘坐，耶！啊，是背叛者不能坐、喔，我不知道哎、欸。还要看哈记啊，哈记有没有到？在哪里啊？在哪里？哎、欸，我还没到。啊、再往下、喔。车子啊。要爬上去对不对？要上车，要走过来跟。哎、欸，是车哦、喔，我之前玩的是潜水艇哎、欸。车。可能每次不一样吧。车每次都不一样。水底车车。哦，要点他，可以上吗？点他上车，你就上车吧。使用中。哈基怎么了？哈基就想打人而已啊。他想解任务吧？没有啦，不要他上车了，不要叫他上去，不要叫他。来，结果，我是背叛者，我要打他。可以。打屁屁，我只是打招呼。
上车上车上车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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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不然我打你快上车上车啊上车啊允月哎少一个位置哎少一个位置还两个位置而已六个人而已耶剩下一个位置哇你们走啊打我啊没有啊那个你只有你们能上车啦我们不能上车哦真的所以另外一个是我跟杰瑞是背叛者啊，对啊，因为我们八，因为有八个人啊，啊，因为还剩一个，是因为不是有人死了吗？有人提前死了、啊，是谁？杰克吗？谁？没有啊，没有，不是，因为我们只有七个人啊，因为我们只有七个人啊，对对对，有六个位置，还有一个人，有六个位置，那就准备走了，你们就走了，你们就走了，倒数了，倒数了，倒数了，他不让我按啊，他只能说离开倒数，他只能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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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刚有按了。他在倒数，按了应该是按了吧，所以只剩下有人按就好了。对，哇，那这样很心机耶，先上去了就赶快先按。对啊，你要么就快走。哎，走了，再见了，拜拜。从小木户叫备用救援，还有备用救援呢。哦，所以你们还继续了？啊，你们还是可以跑哦。你们还是可以用其他方式跑，不能跑，不能跑，不能跑，结束了，结束了，对吧？耶！好多成就，超多成就！哎，这好难哦，太难了，性格就好难，就很难了，哎，嗯，真的，不干扰就好难，你就变成是你要确认到一个人，你要确认到一个人，然后就你要跟他一起行动，你要一起行动，你不可以都自己各自，因为我们前面玩都是各自行动啊，各自行动真的没有用，因为你看到东西也打不开。对对对，大概要可能要想办法找到三人三人一组这样。对，嗯，对啊。哇，好难哦！哎，可是好玩的这一款。嗯，觉得好玩的。哦，刚刚其实我原本就有好多机会是哦，我可以去把发电机再弄坏掉啊，可是不行，这一场要让大家逃出去，所以我就没有用。嗯。哎呀，哇，有干扰者这很难赢呢。对啊，其实蛮难的啦，你真的是蛮难。好了，时间差不多了，休息了。对啦，休息啦。下一次这个应该就可以真的是正式玩了，因为大家都大概知道了。嗯，大概知道了。对啊，其实我觉得我们找最主要找不到的是那个啦东西啦，就是第二阶段的对找不到点那个房子，它建筑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在哪。我后来发现它的建筑其实很常藏在最边边最底部的地方，所以要走到最角角。对，我们要走到难找。好了，差不多了。嗯，差不多了。休息啦，晚安。休息啦，晚安。嗯，拜拜。这款就真的，上次跟阿 P 那边人的玩的时候，觉得哦，好难理解，好难赢什么的。结果感觉也是啊，因为有怎么讲，不知道是人数问题嘛，就是。六个好人，两个坏人，可是就因为对地图不熟悉，所以很难赢。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一个坏人打他们六个好人，就真的更难赢，我更难赢，他们就很轻松，因为已经最后他们会玩了。好啦，感谢今天收看，今天阿米狗就到这边啦，待会就魔物猎人世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啦。那我们下礼拜三见喽，拜拜。魔物猎人，魔物猎人，魔物猎人啊！我忘了切换标题。分类哦，未读讯息，怎么那么烦、啊？未读讯息，未读讯息，关掉。魔物猎人已游玩1262小时，哇，已经超过斯达邦跟泰拉瑞亚了。我史大邦跟泰拉瑞亚都玩1100多个小时，这你史大邦怎么有办法玩那么久啊？泰拉瑞亚就算史大邦是后面改到就是没什么可以挂机玩。好啦，我去尿尿，等等回来。
啊，我敲到手。开始。嗯，好累哦。今天会很早结束哦。嘿，哎，哦，头好痛！欢迎回来，再闪一次，在打啥？在打我的巨魔。好。哦，有启动。啊，没机会了。你能帮他走了。这样。他在那边睡吧。走，繁星进来吧。干嘛？让你吃一只快死掉的龙，古龙啊。哇哦。古龙哪一只？冰咒。冰咒啦，一般的。哇哦。刚好在生活的。哇哦！我来了，我来了。力巨魔之地，参加。是直接撞后面的墙吗？直接前面墙？不知道后面那个能不能撞哎、欸，就把它推下来比较快、欸。对啊，我就是说后把它后面的、啊。我、哦、昨天要撞水妖鸟，撞到把它撞到地图外面去就不见了。我的妈！就不见了。那我放这边好了。还可以次元撞哦。嗯，然后我也不能诱导魔物出来了。厉害，好，给你吧。等啊等，等他进来啊，至少要等他的名字跳出来。不然他突然半路被撞死怎么办？要楼顶多久？对，有名字出来了。再一次，好了，直接撞了，下去。啊，死了 ！Yeah， 当第七的，捡东西啦！啊，等一下，在胀气吗？对啊，胀气。对，在胀气。啊？这样不会减少那个吗？报酬？不会啊。不会啊，他没有遇到龙啊。哦。而且他来应该是没有报酬，他只来挖龙的素材而已，跟吃一次那个解析状况。骨头在这。冬雨早，晚安，追追晚安。接下来就是要打那个嘛，你的蛮那，我的蒙牛，蒙牛龙，我只有一头啊，弄珍惜这点打、啊，我也只剩下一头，你要心怀感激的打，这样他才会再出来、啊，确定。蒙牛怎么那么少啊？超少啊！不知道为什么超级少。其他比就大凶柴龙都比他多。不要说大凶柴了，随、欸、便一只刚出来的那个，我的那个鱼龙种已经比他多了。你说龙岩龙啊？对啊。还加特殊痕迹。哎、欸，有大矿，大古种。请问有人看到他在哪吗？没有哎、欸。哦，我好像看到了，在我这儿。对啊，我的龙翼人都八头了，他嘞。你在我这儿、啊。靠，我想要回家就不太好了。哎、欸，你们干嘛？
为什么奈斯没事？你没有装耐充是不是？等一下，你没有耐充是不是？哎、欸，真的哎、欸。我想说，为什么我在剁他，你会被我戳？为什么没装耐充？为什么你没装耐充？问你啊。想说来救你们支援一下，结果你被我狂毒猛毒。哎、欸。然后兵中尸体不见了。直接再会，残爪跑出来把他克了，然后怪他。哇，兽龙的领域。哎、欸，对，我还没回报。更变。我来爆跑就不见了。好，就这。装去 max。这样再卡一。好，我先记一下。武装没耐充。我傻眼呢！傻眼呢！每个都没耐充哎、欸，阿、啊、总今天没发现啊？那这一套真的不行了、欸。哇，熔岩地带叫不出力战的猛牛龙，你等级不够吗？上面的那个出现魔物没有猛牛龙就没，好吧。那力战猛牛叫哪里？看你哦，森林啊，有啦，森林能叫力战猛牛，叫森林吧。还是我们森林的魔物打太少 ？Maybe， 不可能啊！我们那时候是狂打森林的哎、欸。对啊，打一个钢龙哎。现在打哪？出来了。笛子的声音真的很欢乐。对啊，我觉得不错听的啦。不错听啊，就是真的很欢乐那个笛子。我的状态异常。好，我就这样爬上去。好吧，去找他了。阿狼，哦，有了，我直接撞了。撞一撞、啊，洞还没好，我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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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你拍你拍啊，拍的位置比较对啊，对啊，我来软化，来了来了。对。
直接撞，直接撞。没有石头啊。有了。因为我已经吹到最后一手了。我啥没看。太惨。没事，撞了！哎呀，没关系，这好像中控哎。